对啊，嗯，疫苗，因为啊，因为它的有个功能是说那个 LED 可以全关掉，所以这个东西变成就不是它的硬体，而是由软体来控制。头冷到了吗？今天是脸
那里有一条路，诶，神秘耶。我一看我走原路啊，啊，发现这有一条新路，那你觉得好走吗？但是它就有一段平平的、啊。平平的。我滑的话，直接可以滑到这了。我就想说，就已知的路，我就用冲的就好了。都没毛了，没毛的刷子，哎，一边有毛一边没毛，好像有个菜刀一样。